不要削到那个木哦，木把它切开，不要削到那个木哦。欧啦欧啦欧啦 ，K！ 哎，我们刚通关多久啊？我刚忘记看时间，是哦，不到一小时啊，因为那边磨太久了。现在4:31哦。圣达，你可以看到它哦，它的威力是不容小觑的哦。就是我光普通这样攻击啊，它就威力就蛮强的了，所以是你要控制一下它的威力。记得哦，这一队要用的就是神跟魔，神跟魔，所以我的真伤也是找神魔。断心哦，小心哦，断心自己注意一下。完了，我没有火物哎，这贝利应该大家觉得舒服吧？我刚刚的敌主死于一个失败的现象哦，几家亏啊，魔力龟啊，不要跟他客气，直接开玄冥力量哦，直接开，看一下。哦，速度应该会快很多。哦，一样是卡在同一关呢、啊，不过前面会快很多啊，我自己这么觉得。哦，吓死我！他打死他，我真的吐血。我刚不小心吹太大力了，吹箱多了，他妈前面死。没有指定啊，刚刚指定啊。要注意 R4 要注意什么 ？R4 OK 啊，破防啊，破防、啊，就大声状态要在啊。OK 那个 OK。可能会中毒死掉啊！是为什么中毒死掉？你说毒龙吧，哦，木龙兽哦。木龙兽我已经上传了，你可以看一下 VOD 的，先看 VOD 的。OK 哈，我这边手转把它带走了。Oh yeah， 以防万一哦，我们还是开一点技能哦。我刚没有从左下角起手，我发现我刚犯了这个错误。右下角了，够不着。右下角。好了，不小心带走就算了，没关系，我大圣还在。
哎呦，伊着，好，伊着我倒。哎，这都要右下角或左下角起手了。哦，准备解锁啦，各位。四康宝不用担心，不用担心。玄冥鹰还没跳，那就是八风王。打几开下去就好了。我们顺便可以看一下威力哦。大概看一下吧，这个转职的。一支290万，我没有开露娜哦。这两招一支290万，我没开露娜、哦，大声破防。然后，因为他附加消除技能重置，所以我这个 我想要关掉。哎，这个我也要关掉。天天天，好，上个厕所哈。差点又走光，里面整晚就在等这个了哈。哎呀，刚关门差点夹到自己的手。关不关有差吗？有差，关掉没有重置啊？你去看我那个灯亮了，你看到？你看我刚刚那个灯亮了吗？我看一下。78神女绑定不然必吃死，现在炼金小外可纸上破榜，对吧、啊、我昨天 有拍那个什么那个，我可以直接讲都没差、啊、所以我拍了那个波龙兽，你要破榜可以带狼人啊，可是我运气不是很好，那珠子不太听话，狼人啊，记得啊，我是直接跟各位讲，因为我不会再打一次，所以直接跟各位讲说怎么打，就直接破梗无所谓。这边的话不开露西法，那我有第二招玄冥鹰样，因为 有时候我可以转金珠出来自救，所以主要是差在这里。那这一只哦，你说这一只开不开就有差了，这一只好像没什么差了。对对对，这只好像没什么差。好、哦，这样就短大大的康哦，大大的康哦，记得哦，他补满血啊。好悲啊！
这一队的威力会比刚刚那队大哦，请记得哦，因为妲己多抗会很痛，所以攻击猪基本上削的时候就是这样削。妲己比较好控制力道了，大大的一抗啊，真的不用担心，这抗魔术不会有问题的。哦，妲己高抗也吸挡哦，哎，高抗也吸挡。你看我那个回复力就好了，你看我那个血量就知道了。回血，所以基本上我等一下还是会让魔衣他跳起来，他直接那个了，跳起来我就直接开了哦。魔过去不爆发，不能，这关不能爆发，爆发就 GG 了。不爆发都很难打了，更何况爆发。哦，魔衣跳了哦，这时候左下角起手哦。就是补血的意思。我这时候打太痛就有点危险了，配这个龙科就有点小小的缺憾在这里，大大的一坑啊，好悲啊！那好，现在交了新珠。左下角起手，补血，康博术自己抓啊，这个我无法讲解，因为我是靠我每次打他的力道的去抓的。记得我这一颗没有，我能救的只剩下路西法，你要记得只剩下路西法可以救，不是没有局，还是有路西法可以救。哦，有天降星珠哦，不然刚刚这一波是有点危险哦。十一康吧，然后观众有讲啊，十一康不 GG。啊，天降十一康这不用讲啊，手转最高的十康啊，天降到十一康这个要怎么解释？就是，对啊 ，MH 就是要给你死 ，MH 要你亡，你不得不死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啊。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不是臣啊，对了，我们不是臣，但他可能说你是简，好吧？对，因为你死者会越减越多了，大概是这样一个氛围吧。哎，冲啊！好，左下的起手，叠了个新珠啊！这一队的难度也是在叠珠，怎么叠？下一关的难度。不是这一关，这一关很简单。哦，我觉得我血会回得来哦，所以我直接就不从左下角起手。哎，估的不错，估的不错。哎，这平板性估的不错哈。哎呀，哎，一直削你就会估得出来了，干。怕估了过了点进去啊，还估不出来，对不对？哦，看到吗？九combo咯，九combo咯。Oh my god， 看到没有？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啊，这种事情。先把你血补满哦。看到了，所以这一队他的 combo 数带高的时候有没有？感自己心里有数啊。啊，然后给你神天将没办法控啊，真的。那怎么干呢？我大等于七钢波盾那一关他就不给我，啊，这一关就一直丢，你知道吗？一直丢了，一直丢。尤其光珠啊，这个队伍光珠的攻击力很大。然后就，我血光力被冲啊。哦，这时候威力有问题哦，我们把那个做大大的康波没有？大三康哦，大三康，六个喜欢天降九康哦，我靠，没有，所以他说他 C 康他死掉，这是有依据的，因为我刚九康差点挂，
那个血量简直是啊，超级精辟的血量啊！慢慢打过，对，慢慢打过，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哎，我刚刚那个天降不是我控制的，是他控制的。不要乱讲哦，没有证据，不要讲说人家控制天降。对，啊，我有数据可以吗？我有数据可以说吗？对啊，对对对，就打八小时的数据，这样不晓得可不可以哦。打了八个小时的数据应该是可以参考了。我先把死因到时候剪出来吧，看有几大死因吧。基本上是，对。很难计算哦，因为太多了。Oh my god， 算手残，一滴一滴也慢的，一滴一滴哦。因为伤害太低的时候，他就全部都是一滴了。就是我破不了他防啊，所以康魔术代表 不到位的话，基本上他不会死。一样，这队也是靠魔衣在玩的哦。这个水的，我用火打他，我不太怕，因为火打他应该都一滴啊。哎呀，还有800多滴哦，代表抗魔术已经太高了。哦，这时候 CD 的时候，我们还是少用，因为我攻击最强应该就是光珠了。啊，火珠会被属性相克啊，2100嘛，对啊，火珠会被属性相克啊，所以没有那个问题。光珠先弄掉，木珠我不怕，我不放木属性成员有个好处，因为属性相克不用担心哦。等于是我都在消攻击珠我不是在攻击他我攻击他就是靠一些天降这样弄他把它切开，这时候不要轻举妄动，这时候再笑。也不要想要从右下角起手哦，干，我头先把死一波看，不要从右下角起手，一样啊，跟不开火物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因为魔队你就是要沉稳，如果你这一队你不稳的话，对不对哦？你会很稳，如果你不沉稳，你就会很稳，对，稳死的稳，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氛围了哈。来了解那个意思啊，再不稳扎稳打的打，你就要稳稳的死哦。哇，你看伤害超少的。对吧，就是不要光珠攻击啊，我个人是认为是这样啊。才讲完就用光珠攻击。Oh my god， 看到没有，没有补满血就是这么可怕啊。啊哈哈，我错一下留下么线出来。哦，你看到这回复力有没有，有没有看到这回复力。有些时候，靠，那个，有些时候你可以去观察一下那个，他那个几康博的时候再出手，像这样 CD2 出手比较没关系。这个算了，直接这样就好，大大的一康。大大的一康，左下角起手，干，我其实我很怕我这种神转珠，你知道吗？这种的神转珠，因为天降有时候很可怕，所以 CD2 的时候我再丢好了。叠了个光珠加火珠哦。妲己最怕combo数忽然间拉高了，那很可怕啊！我刚我算过那个倍率表就知道了。妲己，哎呦喂，害吗？好，现在我踩刹车。
你看完电影还在抹，这是另外一次了，我们刚刚已经通关了，已经通关了。啊，你是看什么？时速列车吗？拼了老命在打，哎、欸，可怕的八康啊！拼着老命在打，没有啊，就差不多、啊。对啊，只要还活着，我只要还活着，对不对哦？我就会开台给你们看哦。八 combo， 九 combo， 哇，可怕！看看这攻击力，嗯，还可以接受。可是我发现珠子有点问题，我们现在把水珠转掉，水珠转掉。哦、我减伤85%，所以应该很打很小力。哦，没事没事，危机解除，危机解除。哦，又断心，你是故意的是吧？啊，应该我们看不出来哦。这边他妈的，啊，这边有多少？我还有多少眼睛？啊，这边还有，哎、欸，靠边。17600位的观众在看哦，不要乱打哟、哦。哎、欸，对，因为其他睡着了，没办法，这个圣达在这种三更半夜的时候是非常催眠的，比那个什么，哒哒啦哒，哒哒啦哒，比那个还厉害，比那个还厉害，不相信？我示范给各位看。请问现在还有几个在睡觉的？呀，请问现在还有几个是醒的呢？醒着的可以帮我按个小小的7吗？哦，就我就默默的都不讲话哦，大家就默默的睡着了。如果还没睡，帮我打个7啊！有没有看到大家都睡着了？小小的7哦，按个7就好，不要7，那个7，等一下再用，等一下再用。有没有？大家都睡着了，所以我等一下再叫他们起床。对，这样精神会比较好一点。糟糕，还有好多人是醒的。那个按8按9的可能是精，就是对注意力没有集中，刚没听到我讲的是他是按什么数字，应该是这样来的。有没有？我们看我们10000多位的观众，只有几个按7。对我这样都数出来1、2、3、4、5、6、7、8、9，九个观众哎，这样懂了哈？有能够比我打圣达更催眠曲的吗？应该 ，Oh my god，Oh my god， 11 combo， 传说中的11 combo， 传说中的11 combo， 我的干林老师哎，我操，干这个、这个。真的是够七了，够七八七了。传说中的11 combo 居然在我面前就这样出现了，他没唬烂啊，看到没有？真的是11 combo， 直接带走。他要玩我，玩我不是玩，他要玩我啊！说佛，阁下，你这样又严重了。因为我没有哀嚎，所以基本上啊，大家都还是醒着、哦。又来了，传说中的11 combo 是吧？而且他光珠都已经会中哦。我操，要弄我哎、欸！你再来啊，你再来啊，来，我他奶奶跟你杠上了。来，雷你再来，你过来，你过来了，过来啊！妈你个逼耶、欸，你过来啊！你过来嘛！过来啊，你来啊，来嘛，嗯 ，C 杠，直接吃，我都搞了这么久了，我他那里还啊，4:31，快半个小时哎、欸，对啊，没有啦，因为我已经三更半夜了，除了省自己的时间，帮观众省一点时间啦，对啊，一举两得吧，有些石头是对拿来省时间的。
我不是拿来通关的，好笑。这样我们两部都有那个神天将给各位看，刚刚好。对，你不要以为做的好像看起来不着痕迹，我看得很清楚啊，这神天将一定有问题啊，这一定有问题啊。再来啊，再来，你过来，你过来，过来啊，再来啊，过来没？过来没？哦，所以说有些时候那个情绪上来是我的道理的，你们可以各位应该可以理解。刚刚什么神天将啊？那个谁说 C combo 真的就中了啊？对不对？打七七盾都没有十一了，对，没错，打七七盾他就是六七就是六七，绝对不会上去的。哎，我都要靠自己他妈硬硬碾。哎，真的啊，你们自己想一下，对不对？我打七七盾，你有看过那个干一直掉的，就是我转上康变 C combo 吗？应该没看过吧？来，我看一下这一康嘛。哦，那你有听到喂？对不对？大家看起来是哎没问题，哎怎么哎一直天降，你妈啦，哎什么鬼啊？啊？哎个屁呀、啊！大大的一康啊，各位，那个木柱鬼乖、啊。左下角起手，因为魔队我没办法在那边一直跟他耗了，真的，我就省我的时间，省大家时间。你给我来嘛，再来嘛，让大家看看你们到底是怎么啦，弄平民百姓的。应该说其他人也被弄过了，不是只有我、啊。哎呦，哎呦，很凶嘞哦！哇，哇！哇哇哇！我好怕你哦，真的我好怕你哦。把这光柱一抗消掉，你看这种，干这样天降，哦，合理一点点的。靠北啊，累什么哥啊？左下角起手。他也没补到抓姐，按住哦，挑一康哦。四康哦，看到没有？四康变八康哦，自动加帮你加四康。我这个数据是一定要取，这个是这数据是取字是有因的哦，不是我得卡好难哦。四康变八康，啊！我都要带等于七康魔盾一关让我无啊，我因为一关了几里路。对啊，各位看看嘛，看看嘛，对不对？我没有，我不是干猖狂，我觉得我一点都不猖狂，我就觉得好像啊，这个好像比较猖狂哎、欸，我输了、欸、真的，我真的是输了、欸，这怎么玩得赢啊？对啊，啊基本上目的是什么？就是叫你吃石头啦。啊，你吃石头怎么样？哎、欸，你一个人吃石头，一万个人就是三万石、欸。算一下，这数字是不是觉得很可怕？啊，一个人吃一个石头，一万个人是，一万个人一个，是关有点算数，有点在晃神了。一个人吃一颗石头了，一万人就是一万颗、欸，对不对？应该不会神天降吧？靠背啊，一康变三康哎、欸，真的很可怕哎、欸，真的超可怕的，我真的觉得超可怕的。哇靠，四康波变七康波，妈呀，这干都给你玩就好啦，对不对？我都玩魔队，你还这样虐我？不要啦，讲真的，你这样虐一虐只会让人家退而已，真的，不要这样虐、啊。这样不行，真的。普渡却普渡前日，该降不降，不该降乱降，那时候色系 OK 啦。对啊，黑神队要配绿座龙科、啊，来。第一回我先把下面那个全部绿掉。一样，我们要指定哦，我看一下。我先打左边那只好了。右边也可以啦，再来送。
好，右边好了，446嘛，437，对，右边右哎、欸，左边血比较，哎、欸，右边血比较少，右边。哦，先指定好，我们先把那个攻击数全部滤掉、啊。不是攻击猪啊，讲错了。不要的猪，等一下会有一波转水猪的哦，请注意一下、哦。先开一下哦。所以他转是哪一刻我不知道啊。关键时刻来了，各位。叠珠。叠珠。这很重要。休息哦。因为这只 CD2, 所以你只有一回合可以叠。右边没关系，弄掉就弄掉，就这一回合了，就是这一回合了。1、2、3、4、5、6、7，2、3、4、5、6、7、8、9、10、11、12、13哈。因为他在打一次，他会转掉 一整堆的，所以你一定要这一波开哈。不能转全体，我的打法是不能转全体的。魔翼一定要开，露娜要开，一万颗赚30万啊！对，一万颗三十万，差不多。起床了，各位，起床了，起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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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这就是单体转高康，好吧？单体转高康。觉得大声可以开啊！我配技啊，我自己配技，我看是大声是可以开。准备好了没有，各位？起床了！大圣，我本来想要下一回合用啊，想要算了，因为我现在是单体攻击，因为下一回合第二阶木竹锁技限两秒转，本来啦，算了，我们就来这个。应该是可以，少了1.5倍应该没关系。来吧，准备好了。不要给我天降哦，你天降就太扯了。来吧，老人切哦，看到吗？老人切16375，他没有78，没问题，他没有78。咔当，咔当叮叮，哇，好多木珠啊！我好怕，我管你八凤凰转什么，我就直接开了，不管了。有看到？我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呢？各位，因为我现在拥有什么？我现在拥有什么？妲己呀，圣达，绝配啊！绝配啊，
四颗，你好样，没关系，你弄四颗是不是？右下角起手，请记得，现在什么都不用想，直接转，需要看吗？不用看，右下角起手。不要削到那个木哦，木把它切开。不要削到那个木哦。欧啦欧啦欧啦 ，K！ 哦，不要削到那个老木哦，请记得，老木只有一个，不要乱削。OK，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在玩的时候那种紧张感啊，不用解释是不是？为什么？大家怎么都知道？啊！